您一路保重啊。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，我们走吧。师公，你看。天有好生之德，请四位老道士，你不要多管闲事。我们是衙门的，奉命捉拿袁州魔教反贼余孽。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！老道士，有种留下名号。武当张三丰。走。少主，少主，这孩子是我家少主，一遭毒手，常遇中寇血张之人救命之恩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赶快起来。少主，我看你身受重伤，还如此保护幼主，你真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。我出手相助，你不必挂在心上。爹，爹，她是船家的女儿。常务和少主正要过河，六扇门的卫立军杀我，连累到他们府里，常无之过呀。少主，
经伤及肺腑，张家人不必再为我浪费真力了。师公，师公，我好冷啊。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姓周，名叫周芷若。哦，一个渔家女娃，名字倒取得挺优雅。你家住哪里啊？还有些什么人？待会儿送你回去。怎么了？我就跟爹爹两个住在船上，再没别的人了。他可是家破人亡了。小小女孩无亲无故，不能任由她流落街头啊！该怎么安置你才好呢？张爷爷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张无忌。天气又不冷，张无忌为什么一直发抖啊？他。啊！这小小年纪。怎么会中了极阴极寒的毒掌呢？他的伤势恐怕是活不长了。哎，可怜的孩子，刚刚失去父母，自己又不于人世啊！啊，张真人，小人内伤不轻，正要找一位神医去疗治，何不让他和小人一同前往呢？无忌寒毒侵入肺腑，非一般药可治，只能慢慢化解。可是那位神医当真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啊！你说的是蝴蝶谷的神医啊？正是他。素闻蝶谷医仙胡青牛虽然医道高明之极，但他是明教中人，一向为武林人士所不齿。况且他脾气古怪，凡明教中人求他，他尽心竭力的去医治，分文不取；但教外人有求于他，就是黄金万两摆在他面前，他也不屑一顾。因此有一个外号，叫做“见死不救”。朝廷官府当我们明教为十恶不赦之徒，名门正派又看不起我们，就连黑道众人也说我们明教是魔教。您老人家明知道我的身份和来历，还出手相救，我常玉纯就冲着这番恩德，也一定要劝胡世伯破例不可。你恩怨分明，我感念于心。蝶谷医仙医道高明，我是听说过的，只是无忌身上的寒毒，是非寻常啊！不是我说话难听，这位张小爷反正也不行啊，最多是治不好，左右是个死。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好，好一个左右也是死啊！无忌只有以死马当活马医了，有你了，常英雄，无忌这孩子就拜托你了。张真人，您请放心。师公，你病好以后，常大哥会带你回武当山的。乖孩子。只分别几个月，不用太难过了。师公，您保重。虽然我是个女孩子，可我爹常跟我说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我不哭，我不流泪。张真人，常玉春就此别过。无忌兄弟，走吧。嗯。师公，保重。
总算等到你了，宝刺，你滚开啊！臭小子，你的血怎么那么硬寒？我身上中了玄冥神掌。你说什么？玄冥神掌？我从前练过走火入魔，必须每天吸一次人血，不然我就会浑身发冷冻死。现在我吸了中了玄冥神掌人的血，寒上加寒，冷上加冷。哎呀，寒死我了，冻死我了，我死定了！娘，娘，娘！娘，无忌，娘，娘，无忌，娘，娘，刘耀川，刘耀。我没死，我没死，不知道昏迷了几天了。春风，我追春风，处处见面，两人寂寂心动，竟望中看不一样的天空。我张无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有什么后福啊？我都快死了。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。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。
阴谷，出也出不去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寒毒发作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把爹娘还有义父教我的武功复习一遍吧。真是的，怎么了？怎么还不睡觉啊？这么晚了来找我干什么？你去哪里啊？哎，喂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是这玩意儿害死了他。 真的没有救了吗？以为师的功力，只能救他一时。要想完全断根绝育，除非我师父觉远大师复生，把全部九阳真经传授以阳止阴。师公曾经说过，玄冥寒毒要用九阳神功来驱除。 九阳真经怎么会在白猿的肚子里呢？不管它，反正闲着也没事，练练看，没准还有用呢。 机关暗门通往密道，到底在哪儿啊？不等到天亮再走。商议已经好了，不想多留片刻，我必须回去重整凤阳分坛。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其实我所认识的杨潇，不是那种顽固无理的人，就是因为既小福，一个他钟爱的女人，使他整个人变了。一个主事者。 必须要有开阔的胸襟，广阔的视野。只有如此，才能成大事、立大业。杨潇，邪功报私怨，明教恐怕要毁在他的手里啊！
为父王保重啊！周贤弟保重，嗯，常贤弟保重。四本真经我已经练了三本了，还剩下最后一本。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运用这九阳神功，哎，最起码每天照经书练啊，至少可以把我身上的寒毒驱光了。好厉害的九阳神功啊！我的九阳神功练成了没有啊？管他呢，只要不没事发冷就行了。哎，喂，也算替我庆祝是吧？对了，我在这里这么久也没见过苹果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春风，我追春风。跑这么快去哪里啊？见面两人齐齐心动，今晚中看不一样的天空。我张开思绪，无尽的人笑，我笑无尽。有水果人住，真有人住，我可以出去了。这一次风，我追春风，我可以出去了，我可以出去了。我感动，伤的心。我从大半人肚子里得到这本经书，说起来也是极大的机缘，不知道千百年以后是否又有人凑巧来到此处再得到这本经书呢。我要回我大地，我回一片土路，但愿见一条龙让我有始有终。我要回我大地，我回一片土路，但愿见一条龙让我有始有终。好久没有看到石人了，先回武当再说。有始有终。这什么地方啊？
是我妹妹，我也听说你们峨眉派来了，满心欢喜的来找你。 长得可比你俊多了。你吃不吃醋啊？喂，阿牛哥，我在问你话呢。你看那个人啊，眼睛眨都不眨的盯着周姑娘，你不吃醋？哎，我没心情跟你谈这无聊事。你们是哪一起的？此去一线峡路上还有多少埋伏？此山龙王是不是到了光明顶？回答我。 他们这些人手无寸铁的，师太，对他们如此残忍凶狠，实在，实在有失一代宗师的风范。邪魔歪道，人人助之，有什么残忍不残忍的？他们这些人轻生重义，慷慨求死，实在都是铁铮铮的好汉，哪里是什么邪魔歪道？魔教徒吸血杀人，害死我徒弟，这是你亲眼目睹，难道还不是邪魔歪道吗？那秦义符王只杀一个人，你们所杀之人已经多过他十倍了。 他用牙齿杀人，师太用剑杀人，一样都是杀人，又何善恶之分？臭小子，竟敢将我师父要挟相提并论！报答！原来是真人不露相啊！这几天我竟然没看出来，你有一身的绝世武功啊！ 让我救救他们，忍一忍。多谢小侠仗义，请问高姓大名？我姓曾，我叫阿牛。小子，你伤了我徒弟，过来接我三界。 对不起，师太，我不是您的对手，我也不想跟您动手，我只希望你们能够两方霸道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就凭你臭小子一句话要我霸道？每个人都是有父母妻儿的，你要是杀死了他们，他们家中的孩儿就要孤苦伶仃，受人欺辱了。师太，您是出家人，请大发慈悲吧。住口！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，你自负内力深厚，竟在这儿胡吹大气。好，你要是能够接住我三掌，我就放了这些人。师太，不必多说了，接招吧。阿牛哥。
事吧？没事，死不了的。你干嘛打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没骗你啊。你有一身那么厉害的武功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你没问我吗？我不管，我就打你，我就打你。哎呀，珠儿，别胡闹了。阿牛哥，我刚才是故意打你的，你赶快趁机逃走吧。我不会走的。你为什么那么傻？一头猪脑，你走啊！不，我要是走了，你还有他们就都别想活了。放他们离开。现在我受了一掌，还有两掌。五哥，六叔，你说什么？我好像从他身上看到了五哥的影子。师太，请出招吧。少年人前程似锦，我劝你少管闲事。刚才那掌，我只出了三分力气。你知道吗？在下自不量力，愿再受师太两掌。曾小侠，你英雄仗义，我们深感你的大德，余下两掌千万不可再挨了。明月映将，虽有家于我身，却未有丝毫损伤。喂，姓曾的，你要是不敢接我师父第三掌，趁早滚得远远的。你在这里疗伤一辈子，难道我们也要等你一辈子吗？林师姐，让他多休息一会儿，也碍不了什么事儿。要你来袒护外人，我小师妹只是顾念本门和师尊的威名，盼望旁人别说一句闲话。会有什么闲话好说？本门侠义之名已垂之百年，师尊仁义宽厚，自然不会跟这种后生晚辈一般见识。只是他狂妄自大，师父才会出手教训，但是绝对不会要他的性命。就算是他再练上一百年，也不会是师父的对手。现在让他多养一会儿伤，那也不算什么。芷若姑娘说的不错，就让他多休息一会儿。这个时候谁敢动他，我英离亭第一个不答应。阿牛哥。
晚辈已调息好了，愿舍命陪君子，再挨你一掌。这小子就这么盘膝一坐，便立时神采奕奕，魅力如此深厚，当真邪门啊！师太，请出招吧。我让你先出手，免得人家说我倚老欺小。既然你有自知之明，那就赶快离开。少年人有你这等骨气也是难得，我灭绝师太手中绝不饶人，今天就破一次例了。多谢师太。那这些大哥们也可以走了吗？我的法名是灭绝，对妖魔邪道要灭之绝之，绝不留情。师太，灭绝这两个字是白叫的吗？既然如此，还是请前辈罚第三掌吧。那好，我成全你。灭绝师太，掌下留人。你是谁？在下姓殷，草字野王，白眉鹰王的儿子。师太，这第三掌由在下带领。你？可否？你跟这小子什么关系？要替他挨这一掌？他，我跟他素不相识，只是见他年纪轻轻，骨头倒挺硬，不像武林中那些假仁假义、沽名钓誉之徒，所以才想替他领教一下师太的功力。小子，有人替你出头了，你要是还想活命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晚辈不敢贪生妄义。听到没有？这小子不领你的情啊！决定要挨灭绝师太的第三掌。我答应的事我一定要做到。好，灭绝师太，你最好言而有信，否则我叫你们峨眉派人死无葬身之地。现身。来天鹰教早有埋伏。灭绝师太，请吧。小子，就怨你命苦了。师太不愧为当世高人，殷六侠要留下。不错，告辞。撤！阿牛哥，我们快走。等一会儿。前辈元首大德，晚辈绝不敢忘。因为你帮明教，我才帮你，谁也不欠谁。我阿离。爹。你好啊。珠儿叫舅舅爹，珠儿是我的表妹。不好，珠儿她杀了二娘，累死了自己母亲，又说爹爹一见到便会杀了她。曾小侠，常大哥，
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姓常啊？是，啊，是你报过了名。哦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啊，这不重要。我们不方便在这儿，就先走了。相助之情永记在心，告辞。阿离，你闭嘴！你还好意思叫我一声爹？看看你那德行，没出息的东西，就跟你娘一样，练什么千株万毒手？把自己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。你不听我娘也就算了，你既然要说我娘，我倒要问问你了。我娘好好的嫁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娶二娘？放眼天下，哪个男人没有三妻四妾？这算什么？你胡说，明明是给自己的花心找理由找借口。臭丫头，要你数落我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让你打我了。你反了，你对我都用这种态度，难怪会对你二娘下毒手。谁叫她欺负我娘了？她是罪有应得。别以为你跟着金花婆婆就不把天鹰教放在眼里。哼，死丫头，你忤逆不孝，今日纵然有天大的理由，也难逃家法。来人，把她带走。三小姐得罪了。等等，尹前辈，你想对珠儿怎么样？这丫头是我亲生义女，她累死母亲，害死庶母，如此禽兽不如之人，怎能留于世间？尹前辈听我一言，当时珠儿年幼，眼见母亲受人欺辱，才一时不忿做错了事，还请前辈念在父女之情，从轻责罚。这是我殷家的家务事，用不着你一个外人来督管。我不是外人的。你说什么？小姐，我不跟你走。还敢还手？不能啊！不能。小子，不要自不量力。珠儿对我有照顾之情，我明知道她落入你手会性命不保，我实在不能啰嗦。小子，你向我手下留情，再来可就不客气了。带走。等等，前辈，珠儿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小的时候你曾经抱过她，亲过她，骨肉亲情，血浓于水，你就饶了她。阿牛哥，阿牛哥，你快走吧，你别理我了，你是打不过他的。阿牛哥，你走啊！阿牛哥，你赶快走吧，你别理我，你打不过我爹爹的，你走啊！阿牛哥，你走啊！我答应过他，要让他平安喜乐，不论什么人欺负他。牛哥，我都会保护他。阿牛哥，阿牛哥，男子汉，大丈夫，必须言而有信。阿牛哥，我永远都会记得你对我的好的，阿牛哥。尹前辈，请你放了珠儿。你真是会胡搅蛮缠。你走啊！我绝不会客气了。你有。王亲功虽好，耐力未必够，咱们跟他死缠到底。我竭尽平生之力追至此处都会喘气，而你小子爱的灭绝师太三掌在先，又吃了我两拳在后，居然脸不红气不喘，很行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我有多少能耐。你师父是谁？奇怪，每个人都喜欢问我师父是谁，可我真的没师父呀。胡说，没师傅怎么会有一身武功呢？是我自己练的。尹前辈还是关心珠儿吗？没有。不然
你怎么会追青翼蝠王韦一笑呢？因为韦一笑在我眼底下劫走人，传出去，那我阴野王在江湖上岂不落人笑柄？随你怎么解释了。一起起来，那还有命在吗？韦一笑休息，我不休息；他睡觉，我不睡觉。我就不信追不上他。嘿，我每次练到此句就觉得心跳加剧，气血翻腾啊。你练到第几层了？第七层。啊，乾坤大挪移能练到第七层，你已经超乎常人了。弟子张无忌无意得会名叫神功心法，只在脱困求生，并非存心亏欠贵教秘籍。无忌若能脱险，自当以此神功为贵教尽力。历代教主在上，请你们保佑张无忌公子重整名教，光大列祖列宗的威名。公子，你不如休息一会儿，养足精神，早点练成神功。我只要学了乾坤大挪移，已经是福泽功德了，又何必人心不足贪多误得呢？应该要知足常乐，要适可而止才好啊。公子，你是哪几句还没练成啊？我总共有十九句，是这句、这句，还有这句，这些。小赵，你记着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我想连公子也不会，倒要看看是怎么个难法。公子，你去试试看，能推开这个石门吗？以后别再装作驼背跛脚的怪样子了，现在这样才好看。好吧，你叫我不装我就不装，就算是小姐要杀了我，我也不装。你别胡说啊，好端端的不回妹妹干嘛要杀你啊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肤色奇白，鼻子叫一般女子为高，你是西域人吧？你的美啊，比起中原女子来另有几分韵味。其实我宁可像你们中原的姑娘。不谈这些了，我们想想办法怎么上光明顶吧。啊，对了，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也不知道战况如何。
阳剑术果然不凡，老夫佩服。白眉鹰王，眼下明教个个受伤，就剩下你一人，你若投降的话，我倒是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莫奇侠是小旭同门师兄弟，怎么说也算是老夫的姻亲，难道今日非凭个你死我活不成吗？林天正，你不提我张五哥也就罢了，今日提起挑起前恨，将我于三哥、张五哥全都是伤折在你天鹰教手中。此仇不报，我枉于武当七侠之名。老夫自小女死后不愿再动刀剑，今莫奇侠苦苦相逼，老夫只有舍命奉陪。呀呀呀呀纵横半生，从未在招数上输过一招半式。好，不愧为张三丰的传人。前辈手下留情，在下佩服。宋远桥，愿给英老前辈疗伤。不劳大侠费心了。那接下来就由宋某来领教英老前辈的高招。派以车轮战打一个受伤的老人家，这不公平。公子，是他，曾阿牛。爹，是无忌哥哥。这小子失踪了一天，怎么又冒出来了？他这一来，不知是好是坏。他身边的漂亮姑娘是谁呀？这位少年朋友的话不错，虽说武当派和天鹰教仇深似海，可是我们武当却不愿意乘人之危，这场过节仅可日后再行清算。我们六大门派这次来是冲着明教而来的，天鹰教早已脱离明教，自立门户，江湖上人人皆知。鹰老前辈，你不必淌这趟浑水，还请率贵教人众下山去吧。宋大侠好意，老夫心领了。老夫是明教四大护教法王之一，虽然自立门户，但明教有难，我岂能置身事外？你身受重伤，宋远桥不愿趁人之危。前辈，空文大师，这次围剿魔教，各派敬仰你少林派在武林中的声望地位，一致推举你为进攻光明顶的发号施令之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还有什么话好说？魔教不能留下一个活口，除恶务尽，否则他日死灰复燃，又必会危害江湖。华山派和空通派各位，请将场上的魔教余孽一概诛灭了。武当派从西往东搜索，峨眉派从东往西搜索，别让魔教有一人漏网。昆仑派预备火种，焚烧魔教巢穴。少林弟子各取法器，诵念往生经文，替六派寻难的英雄魔教教众超度，化除冤孽。焚火残躯，熊熊圣火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，为善除恶，为光明故，喜乐悲愁皆归尘土，怜我世人忧患十多，怜我世人忧患十多。善哉善哉，让我先杀了那个白眉老贼再说。喂，前派动手！你是为昆仑派掌门人，竟如此对付一个身受重伤之人，也不怕天下英雄耻笑吗？哼，
要你这个无名小子多管闲事吗？小子，你是谁？我叫曾阿牛。老夫领教你昆仑剑法，空文大师，事先说好的，双方依照武林规矩逐一对战。不错，明教自杨左使以下全败下阵，但我殷某人还没有死，也没有认输。大师乃一派宗师，不可出尔反尔，以多取胜，屠戮我明教。各门各派，稍等片刻，我等必须言而有信。真是麻烦。孔通吴老就是来解决白门鹰王。你老前辈伤重在身，不如我先替你上阵。我背着我不成，前辈再出马也不迟啊。你应当不是本家教徒吧？晚辈不属明教，也不属天鹰教，但对老前辈心仪已久。今日和前辈并肩拒敌，乃是分所应当，不妥。你的内力深厚，老夫自叹不如，但是本领再强也敌不过对方源源不断的武林高手连番上阵。我应天正为教而死，理所应当。你与明教毫无瓜葛，没有必要白白断送在这光明顶上。喂，废话讲完了没有？你老前辈，前辈，你老前辈说你们五个不配跟他比拳，
除非先胜得过我，再跟他老人家动手不迟。你小子是什么东西？今天让你知道空通派七伤拳的厉害。人生五行，心属火，肺属金，肾属水，脾属土，肝属木，再加阴阳二气，一练七伤，七者皆伤。这是我派七伤拳谱总纲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七伤拳的拳功，每练深一层，自身内脏便多受一层伤害，实则是先伤己再伤敌。以晚辈的拙见，前辈的七伤拳还没练到家。英老前辈，你先歇息吧，这一掌晚辈代劳了。小兄弟，多加小心啊。小子，太看不起我们空同派了。大哥，少跟这小子啰嗦，看拳掌。乾坤大挪移。爹，你说什么？不可能啊，他不可能会我明教的无上心法，可他能把对方的拳劲移走，这分明又是乾坤大挪移啊。就算是乾坤大挪移，没有足够的内力是不能运用自如的。爹，不要再乱猜了，待会儿等他打完了过来问他一下不就得了。殷老前辈，这一阵没让你失望，先撑下场面吧。曾阿牛的武功又精进不少，真是邪门了。阿弥陀佛。贫僧少林派元音。是你，当年就是你在武当山力着我爹灭龙门镖局，害得我父母因而惨死。这些人，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，别急着报仇，要慢慢地等下去，只是一个都别放过。张无忌啊，张无忌，今日的大事是要调解六道门派和明教的仇怨，千万不可为了一己私心，闹得难以收拾。少林派的过节，日后再算账也不迟。施主强行来此出头，到底受了何人指使？我问你话，你为何不答？我来是盼望六大派和明教罢手言和，并未受任何人指使。要问六大门派跟魔教罢手言和，难上加难。如果施主不是魔教之人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我可以不为难你。请下山吧。怎不见贵派的元真大师呢？元真师兄，这次六大门派围攻明教，实则是受了奸人的挑拨，在下深知其中曲折原委，斗胆先请西武止戈查明真相，谁是谁非，自可秉公判断。施主指名找元真，难不成你所指的挑拨奸人是指他吗？不错，只要元真大师出来跟在下对峙几句，我保证他的奸谋就能大白于世。你这小子奸猾无比，你明知元真师兄已经不可能出来跟你对峙啊，你硬是指名要跟他相见，那你何以不让武当派的张翠山出来对峙呢？元音大师，听你说话注意分寸。元音大师，
这张武侠的名讳其实由得你乱说的。普天下之人皆知张翠山自甘下流，受魔教妖女的诱惑，最后落了个好色之报。不许你侮辱张武侠！出家之人据实而言。你住口！